孩子有夜尿症啊，夜尿的原因和治疗方法。这个夜尿的原因啊，的确是很多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人呢对大小便的控制啊，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肾气。有人说这个小孩子怎么会有肾气不足呢？哎，小孩子就也是有的啊，小孩子也有肾阴虚的都有。那还有呢，什么东西会让肾气不足呢？它不是有的时候它不是肾气不足。它是肾气啊阻滞了。那有人说什么情况下会肾气会阻滞呢？那当然是什么样的情绪最影响肾脏，那就是会有。什么情绪呢？就是恐惧。那你说我这孩子五岁七岁他也没有人吓唬他呀，这恐惧哪来的呢？哎，这个问题还挺复杂的啊，有的人生来就带着恐惧来的都有啊。所以呢，你要是想保护他的话，可能是这方面需要查一查。当然了，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？器质性的原因啊，这个炎症啊等等，这些都是需要查的。我讲的呢是这些，你没有这些原因的哈。